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款时尚的化妆包。这款包包呢是有大小两个型号和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的，采用的是优质的面料，手感摸上去呢是非常舒适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版型呢，是这样很立体的一个包型。我们来看细节，包包的手提部分握感很舒适，采用了质感的五金拉头，拉链也是很顺滑的，做工细致，走线部分均匀流畅。在包包的前面还有时尚的字母烫印设计，底部设有四颗防磨铆钉。接下来我们来打开看它的内部，在包盖这里呢是有一个化妆镜的，然后这里有几个固定袋，我们可以放化妆刷，里面这里我们可以放一些日常用的化妆品。